他会吐裤子好吧？哎呀，你好会吸哦！吸完还会停下。两口就好，两口就好。妹妹有，妹妹有练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我好久没吸了。不用分享，其实不要分享太多了。不好吸。跟两位人妻一起，我觉得有点辛苦。话题都好开啊。周海军，请开始。哇哦！哎，其实这样看起来还好。哎，等一下你是吃面还是喝汤？是汤面哎。都要。这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好像。颜色还蛮搭的。饿了哈，这口要大口。他会吐裤子好吧？哎呀，你好会吸哦！吸完还会停下。两口就好，两口就好。妹妹有，妹妹有练的，可以的，在旁边看好生动哦。黄小楼，黄小楼准备。哦，是我吗？其实我是可以吃辣的啦。来，是先喝汤吗？都可以。怎么有点瓜哥上身啊？瓜哥上身，为什么是瓜哥？他就下巴都转。吸看看。我好久没吸了。不用分享，其实不要分享太多了。不好吸。超贵，来，左小先准备。跟两位人妻一起，我觉得有点辛苦。话题都好开啊，我们表情做太满了。练习。不会的，很多人都喜欢看都没结婚的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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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是这两个选一个，我觉得是朱海军。你觉得朱海军吃到正常的哦？不是，他吃到啊，等下吃到正常的，真的够辣的话，他刚刚那个吸面的那个方式早就呛，就呛到了。哎，对哦，然后眼睛咳嗽，对吗？因为他咳嗽频率太高了。他刚刚来，你看他不讲咳嗽，嗓子不舒服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不容易来的时候，一直到吃起来说他哭哭，后面才开始。你来，你觉得谁？我也觉得是海军吃到正常。好，我们三个人顺序吃来，就海军喽。好，顺序吃哦。好，就海军喽。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干了啦，干了啦，你谁？哇，好吃，好慢，好慢。为什么我觉得很辣？没有辣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？我的脸好臭，真的好辣，我的嘴要收起来了。你整个嘴都肿起来了，不是你的嘴吗？我会演的，这一定很辣。来人啊，给我水！旁边，旁边，旁边，那个，一点点就好。那谁的比较辣？一样辣。Are you sure？ 而且你们的比较烫哎，所以破绽是因为吸面条。Oh my god！ 沾一点点辣。哦，吃辣我太厉害了。哦，辣。哦，谢谢。因为那个辣你不可能。他一定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，一定。